有时候说他查某有生了后，然后别去乱乱讲话，你啊厝内别去乱乱顶物件。别啦，在我这款的教训，伊佫袂晓看项物件了嘛？伊佫袂晓看话，这查某甜的，伊的重要是爱伊爱食尔嘛？咱从来看伊，我来辛苦，你家己就提起。按照看讲，伊个囡仔就高中呢，是讲我知影会点正个，你看伊个面，甲伊个手，伊个手安怎安怎？伊个脚腿无，脚腿白白无白。脸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肉什么，他的肢体动作全部好像老高的。一只没个那么好个，只不好个，没个那么好个。因为那个小孩也是我们甘崩里面的人，帮他做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岁了，他什么东西都不能自理，什么东西都要他的父母帮他做东西，有帮他做很多很多东西了，很多次了，然后就是最后一次三太子的，才就是那一天做的时候，就是三太子的圣诞。拿那螃蟹剪开，然后直接放在那个水桶里面。那三太子一来了，就是先帮他们施法，先在那个盘里面帮他做他三太子的东西，然后三太子割舌头，用舌头的血画在螃蟹的壳，做好了，就是拿那个面巾盖着。然后完了，到完了，全部补运全部完毕了，再叫那个小孩进来，再跟他做了。等下那个盘，那个饼盆，那金子全部饼钵一开出来，那个螃蟹的弓就是捏着那个老高毛了。